对战方的话也是开了一把云阵，两边的话是同阵啊，但是对战方的话应该是上了一个卡苏方，所以开场直接选择一把小爽铁杀过来，观战方的兵数当前无一合，直接是一把光辉上起，方顺善意直接是一把石阶。兄弟们，你们那边有没有点卡？卡不卡？应该不卡了吧？我刚才好像有点卡顿了，刚才。我对面这里武装有点虚弱啊，直接是烟雨过来，观战方的医术700700，一把四金，对战方的话法器直接是一把嗜血6000。我他妈700700，哥们儿你不是吧？这数据确实有点惨不忍睹，讲道理。虽然是开场第一回合，但是也不至于700700。700800，对，少说了100，不好意思啊。观战方这边开场的话，应该也是带了一波耐攻币来，加一波耐攻力批，选择清一把对战方5号的宝贝，耐虚秒过来观战方一术，来神不是金甲给我法甲给我弹，哥们儿还差一次啊。这波观战方这边一术的话是有愤怒，但是可以保留一把愤怒啊。对面方寸的话，应该是这回合可以选择去变身一把。观战方这边的话，狮驼岭的话应该会选择变身，把选择召唤怨灵，或者直接选择出一把蛇宝宝。来召唤怨灵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医术罗汉接起，普陀直接是选择波兰继续防一把自己的医术，对战方的话也是一把驱散，灵动刷起，应该又是一波要烟雨过来观战方这边医术的节奏。方志山是一把分身，大死亡拍，观战方这边应该是有一只卡苏宝宝。斯托岭变身，说实话啊，对面力武装要伤害没伤害，要速度没速度。你如果比其他的豪，就是比其他豪门物理系还慢的情况下，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观战方这种麻袋狮驼你比他还慢？驱散小爽一回合可以直接拉啊，问题不大。比狮驼岭还慢，兄弟们，这个没关系的啊，这个没关系的。这个是对战方的话，虽然点死了观战方这边是一速，但是没用的啊。普陀山可以直接是用技能拉，并且对战方方寸的话是控不了观战方普陀山，观战方普陀是比对面方寸是要快的，问题不大啊。不过这把观战方这边也是有点大意了，一把波兰对战方直接是当前回合一把驱散，愤怒反正已经放出来了，普陀技能拉1500，哦，对战方的话是地府直接是一把点抓，方顺的话也是一把催眠，物理拼砍满天化雨有没有？没有，这时候对战方物理化也是一把野兽上去，先补一把状态，属实伤害是有点低。观战方这边法器的话还是选择继续召唤大蛇，两条大蛇在场。三少哥，我解说的时候我不跟大家扯麻皮啊，等会儿啊。这波对战方带了一波耐虚弥是有点亏的啊，因为观战方这边开场带了一波耐攻壁垒加一波耐力劈，电魂闪的宝宝选择驱散了一把观战方这边法器状态，耐虚弥带电魂闪，对面的话也是有套路的。蓝哥物理一速感动，我也感动，平阵的情况下蓝哥能比对战方力武装快，真的是一把感动。说实话，全场第四回合，这时候观战方这边可以直接拿宝去拉一把，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错位拉一把，要卡一把大劫，否则对战方的耐虚弥可以守尸的。普陀直接是一把技能拉，对战方的话也是一把罗汉接起，平阵啊，平阵的情况下不存在克制问题。3600，对面奈须弥肯定是守观战方的逼数的，力劈继续给你把对方四号的宝宝，还有一只力劈，选择四五龙丹了，一号位的是那攻壁垒啊。兄弟说对面进阶卡都不变，进阶对面无非就是一个车子没变进阶卡呀，其他人都变了，兄弟就一个车子而已。风系是进阶卡呀，风系是啊，哦，猫脸不是，两个加不了太多属性的，输出变个进阶卡就可以了。对面这小方寸有套路，
催眠观战方一速打节奏，下波的话应该是想压过来观战方这边人，但是有罗汉。物理平坦3500。前期对战方虽然是有一点优势，但是观战方这边的话已经是在场的两只大蛇状态已经是很 OK， 并且的话倒地的一速起来状态的话也恢复过半，一波耐力劈很针对对战方的耐虚迷，问题不大的。这兄弟说怎么没人播姑苏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播姑苏，兄弟啊，我也不知道姑苏城 去哪了，好像没打吧。姑苏城可能是没打，姑苏城别骂人啊，都是自己家兄弟开玩笑，别骂人啊，骂人的话是要封你的啊。破甲一把对战方的物理，看一下这波的话观战方这边应该是不会选择去点杀，对战方也是选择流云一把自己的力武装抢一把速度，凝滞过来观战方普陀山抢一把辅助速度，观战方这边的话也是选择光辉上给自己的物理，方寸的话也是一把催眠过来观战方的法器水风大蛇咬2400，又是一把咬出一把金甲3900，观战方试图看一下怎么操作，师徒直接是选择出宝宝，兄弟们猜测一下啊，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的话，其实你们大概也都心里都很清楚，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这和驼子可能是没有速度，对战方的话，力武装是流云过。这时候对战方的话也是没有罗汉，对面的话是普陀山没有愤怒，地府没有愤怒，只有一个方寸山是可能有愤怒的。有兄弟说女儿村不好打方寸，其实还好，好在一点是什么呢？观战方这边普陀是比对面方寸要快的，对面方寸是控不了观战方这边恢复，包括灵动，包括波兰，包括雪灯，对面的话方寸只能是卡过来观战方这边两个输出。基本上每回合是会选择拿卡速宝撞一把这两个输出就 OK。 踩打地府直接是选择师傅毒流云自己的物理，把自己的物理速度拿回来，对战方这时候选择水清一把自己的方寸，方寸的话应该是一把要分身的状态，观战方这边地府的话也是选择凝滞过去对战方的物理，没有选择分身，直接是一把催眠水风大蛇咬4000，还有一条大蛇继续咬，哥们儿。这时候狮驼岭的话应该会选择去平砍，不过也可能会试搏啊，试搏清一把对方5号的宝宝，试搏5号的宝宝一个，来继续第二个，走你我的宝贝，一回合下掉对战方两只宝宝，舒服。法系的话也是直接选择群秒，并且观战方这边的话也是有一波耐力劈耐壁垒，继续跟2100还差一次，走你哥们儿。我这一波的话美中不足啊，神了一只宝宝，并且神的还是耐力劈，对战方暂时是没有愤怒接罗汉的，观战方这边的话两条大蛇咬过对战方也是难受，但是相对于对观战方来讲的话同样也是要清理一把对战方的大蛇，也是要清理对战方的大蛇，全场第八回合满天的话两边物理都是没有飘过满天的，这把观战方师徒的话很有可能直接是一把连环击了。一速效力控愤怒，控一把对战方地府的愤怒，这时候对战方地府选择上一个卡速宝宝大龙龟，笑里藏刀过去对战方的普陀山，看一下观战方地府怎么说，小爽点杀对战方的地府，直接是选择切一把对战方的辅助，对面的话方寸伤害也是一把罗汉接起大蛇咬1900，最主要是看狮驼岭的伤害怎么样，平阵的情况下观战方这边也是修理一把高端，当前回合五龙丹吃起宝不撞，想强点一把对战方方寸伤的分野，3700伤害很高，第二刀3500必死无疑了啊，包头鱼的包包死了啊，包死了啊，2200是贴不了保护了哥们儿啊，4刀还是5刀，没了没了啊，这把很正常，五龙丹啊，因为这把的话五龙丹是为了防对战方的方寸，其实如果这把对面方寸封过来观战方物理的话，当前回合再解开那就牛逼了，
对面没有配合观战方演戏。狼哥这两天伤害确实有点炸，昨天伤害就很 OK， 怕手狼哥应该是偷偷换了七伤害了，真的。应该是更新了，女儿深单控水风普陀雪灯点不会把状态双灯走，其实这时候观战方地府的话可以选择踩把塔，对战方这时候也是一把灵动刷起不会把状态，地府直接是选择一把师傅毒，对面方寸的话应该是一把分身状态。兄弟们，狼哥最近是不是偷偷更新了？你们说实话，从昨天对阵紫禁城那场比赛，还是对阵珍宝阁那场比赛，我给忘了。无论是从抗性和伤害来讲的话，都是有点爆表。要清理大蛇的啊，不清理蛇的话，对面两个蛇咬过来，观战方这边怕要出现意外惊喜。全场第十回合，对面地府倒地，观战方这边不怕被点杀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观战方的两个输出包括医术，可以持续压一把对战方的人物和宝宝，压把血条，大龙龟是要飞的。最后和两边操作时间比较长，医术继续单控，头上引花水风，这时候观战方笑里藏刀控一把对战方普陀山的愤怒，也是怕对战方普陀山当前会和水星自己的方寸山分身进去，雪灯点乌昏过去对战方的物理，对战方这时候又是一把驱眠过来观战方这边物理，感觉这把驱眠的话有点没意义啊，观战方两只卡住宝宝肯定会拿宝宝撞吧，这感觉包撞了吧。二号的宝宝，二号的宝宝贴着一把保护，欢迎鹏哥，壁垒击破继续清，两只顺利清掉对战方大龙龟，对面的话地府也是有点难受的啊，消防倒地，并且的话消防状态的情况下，我看一下还有三回合，这回合过了之后还有两回合，记住我说的啊，昨天我说的很有可能三哥们妈三千，有兄弟说画质不好，没有吧，我这边的话看得很清楚啊，兄弟们，女儿顺的脑袋上有花，又是一把，这把是终于封中了啊，观战方这边的话普陀山的话也是选择踩一把塔轻补一把状态，地府手抓手一把对战方地府尸体没毛病，但是观战方这边狮驼岭变身没了，大蛇继续咬，兄弟们，我狼哥这个爽法防宝宝该说不说啊，有点欠缺，你知道吗？真的，你作为一个爽法防宝宝，你这样撞人没有撞开。这狼哥借的吧？这是不是借的宝宝？没高飞打撞击的话，应该问题也不大呀。打撞击问题也不大呀，有没有高飞没所谓啊。打撞击的话，失败的几率很低的。应该是御风的宝宝是吗？你们是真的黑。我狼哥应该是换鞋子了，这场有速度，物理有速度，鞋子换了躲避就高，也正常其实。
一苏单控，单控第三方的普陀山，神风无量，观战方普陀选择刘云一把自己把辅助速度给拿过来。开场的话，观战方普陀是比过去对战方普陀是要快的啊。趁着对战方地府倒地，观战方这边是一把刘云，也是想比对战方地府要快。你看看，我就说嘛，蓝哥今天速度有点快，加速的躲避高。好在我鹏哥救了蓝哥一把，直接是一把精枪清开了，要不然是两回合没出来是有点晕眩的啊，讲道理。两回合啊，催眠当前回合是没有撞的。兄弟们，我问你们一句啊，就看在刚才观战方这边两个宝宝，这个两回合二号的宝宝撞自己的物理一直没有撞开，你们想想，如果刚才观战方给他对战方地府的时候自己吃了一把五龙丹，这个宝宝没有撞开怎么办？如果正好是点三那回合这个宝贝没有撞到怎么办？一速单控灵动刷起，这时候对战方的话是选择立断防点杀，观战方的师徒的话没有变身，没有这么虚的吧，落魄过来，观战方这边物理大蛇咬换宝宝撞，两只宝宝换撞的，这师徒的话已经三回合没出手，四回合没出手了，当前回合一把催眠，被催眠控了两回合，再加上这回合，清两只宝宝，他可能骑武力武装的骑行八脉的话，不是刚才那个大名次自己就玩的那个力武装吗？力武装骑行八脉可能是清两只宝宝伤害就会提高百分之多少？25%还是多少？我就不是特别清楚，好像是25%吧。还好啊，对面的话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点杀能力，观战方那边只要稍微的防一把点杀就 OK。一速女儿村可以锁，对战方方村的话是有一把分身状态。罗汉接起全场第14回合，普陀的话应该是会选择出宝宝，出了。对战方这时候是点了一把血灯，苍白立起也是同样的防一把点杀，驱散过去对战方的地府。对面方寸这个时候是浮云命中率比较高。牛逼，大表弟牛逼，真的。大表弟是有点帅气的，对面地府也是有点伤心，血灯点起驱散状态，正好让大表弟给抓死。下边观战方的女儿村是应该还会继续选择控一把对战方的普陀山，这狮驼岭终于是可以出手了，但是对战方方孙子山的话也是可以选择控过来观战方这边人，看一下这一波观战方这边怎么操作，两个辅助都是比对战方的风系都是要快的，所以说是当前和水清是没什么用的。什么林怎么加点好，全貌加点好了，一速出宝宝血灯点双灯走，这时候对战方普陀山的话继续选择技能拉一把自己的地府起来，观战方这边地府的话应该也会选择去出一只宝宝，换梁哥，继续一把落魄，我终于是抗风了一把，真的已经足足能有五回合没有出手过了，狮驼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拼砍飘漫天了。一把破血，轻一把对战方五号的宝宝，第一刀、第二刀，两刀直接神。这和观战方五号的宝宝防御还是比较灵性的啊，在场有三只宝宝，直接按了一把防御。
狼哥今天打成几只宝宝了？现在开场四五回合打成三只宝宝了是吧？四搏一回合，一只，一共出手个四五次，打成三只。五号这宝宝也是没死，直接是被毒死了。其实这个时候最主要是对面方寸给观战方这边两个输出造成了一点困扰，观战方女儿村的话控不了对面的方寸三，对面两个辅助比自己方寸要快，当前我和水清一直控过来观战方这边人啊，暴毙刚才没注意看，但是女儿村没有精清的情况下拿什么点对战方的猎物装，对面方寸可以卡风，兄弟一把落魄过来你是有点头疼的。女儿村直接选择控一把对战方猎物装，这时候对战方普陀踩塔地府选择四幅图过来观战方这边物理，观战方普陀的话也是选择出宝宝，看一下对面方寸山怎么控，对面方寸是有点烦的，一直是落魄状态，又是一把落魄过来观战方斯多岭，就是不给你打催眠，再想的话是攻宝宝和卡速宝有点多，观战方这边当前回合基本上会选择拿宝宝撞了一把自己两个输出，对面就是一把落魄，力劈巨根，轻易把对战方两条大蛇，对面两条大蛇在场的话，应该也是站了能有七八回合了，可以，这个一号位的力劈伤害还是可以的，3900。这时候可以平砍贴漫天了，没有必要是消耗五龙丹，让对战方方寸山的话一直落魄。如果这把观战方要控对战方方寸山的情况下，必须要拿一个辅助选择去效力一把对战方的普陀，不效力对战方的普陀是没什么用的，不过也有机会直接是选择强压一把对战方的方寸啊，有机会强压一把对战方的方寸，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怎么去考虑，对战方在场的宝宝是比较齐全，感觉这把压的话意义也不是特别大，一速三风飘起，对战方方寸山中风，普陀也是一把罗汉接起，看一下这个时候对战方普陀山直接是选择波兰一把自己的大蛇，观战方这边是选择效力长刀控一把对战方方寸的愤怒，物理的话应该是放了一把平砍飘满天了，没有飘，五龙丹直接吃起了，师伯一个作用，第二个打入三号的宝宝继续3100，对面三号的宝应该杀了一把防御吧，兄弟给我裂，对面这个时候武装伤害可以了啊，5000-6000的，这武装这个时候伤害是可以的，武装本身清宝能力就比较强，很耐没关系，如果真的要点杀情况下，一把连环击加一把嗜血肯定也是死，除非当天回合是直接一把苍白力气卡一个药波兰加波兰效果，那是有点难的，这时候对战方的话也是没有选择开自己的方寸分身，直接选择鬼气摇起，师陀师伯继续清理对战方的宝宝蔡斯，对面力武装一把破血摁防御可以，有学生说为什么不应激，这个时候应激的话就是纯属在给对战方送愤怒，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是他妈对面这个宝宝生死绝的哥们儿。你像有一些耐力劈没有幸运很正常，
麦力逼没有幸运很正常。可以召唤大表弟，这时候不着急召唤大蛇的，笑里藏刀，无魂过去对咱们的方寸山。这时候对咱们的话一把灵动刷起，看一下观战方会不会点杀。对面是选择笑里过来观战方这边物理，小爽直接是选择点杀对咱们的武装，落魄水风哥们，那风重不是吧？看一下士多岭能不能直接一把破防。连环击第一刀伤害很高，对战方直接贴保护有希望。第二刀2900，第三刀是吧，再高的防御也没用，坨子还是暴力的，讲道理。并且这波观战方这边也是赚到了，法系的话没有用嗜血大招，下回丝毫不影响自己出手的节奏。对，就是一把四刀，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说我狼哥是吧，刺伤害是没有，但是我狼哥还是有头脑的。那大唐扫不动人，扫人开刀不过百，那玩个斯托岭当大唐用不挺好的吗？连环击这块的，对不对？我以前都跟你们说过这个问题。就包括御风这个问题是吧，人家都升马，但是我狼哥有御风啊。小花招还是有的啊。女儿是一把单控，对战方当前回合水清自己的方寸，要方寸分身的状态。这时候对战方选择效力一把观战方这边地府读一口回一把状态，观战方法系的话可以选择拿卡苏宝转开一把。哦，对面这时候大蛇咬过来观战方那边人的话身上也是特别的疼啊。来了，直接是召唤幻魔了。不过这个时候观战方这边没有保护单位，可以选择趁着对战方的力武装倒地的时候可以拉两只耐力劈出来清一清对战方的幻魔。哦，这个小月灵皮是有点皮的，直接他妈56滴血跳了。前面保不死还好，毕竟打了全场第21回合问题不大啊。并且观战方这边也是压了两波对战方的人，对面的话是比较难受。这时候观战方真的是可以选择上耐力劈了，一速喝酒，也就意味着观战方下河可能会选择继续强压一把对战方的人。这时候对战方的话选择直接小爽点杀过来，观战方一速想靠法系方寸失心没中，可以这把失心没中很关键。欢迎科特普哥啊。哦，他妈物理平砍对战方幻魔继续神大死亡拍嗜血过来4600，对面自信还是有点自信的啊。平阵的情况下云头本身就没有什么伤害加成，加了个 40% 的双抗，想利用一个女拔木点杀过来观战方这边的女儿村，还是有点自信的讲道理。也是在赌法爆几率，也是在赌自己的私心能中，在赌自己的法爆能出。没办法，对面的话只能是偷一把，你要正常套路情况下想压过来观战方这边人还是有点难的。全场第22回合，这个阿醒真的是能舔。阿醒你怎么这么能舔啊，醒哥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醒哥我都没舔你就开始舔了，你都舔了我舔啥？
这波观战方这边可以选择远村保一把特技也可以的，一把轻枪，看一下应该是一波要强压的节奏，破甲过去对战方的普陀山。这个时候对战方普陀选择是点了一把血龙，没有立仓板，一把笑里过来观战方这边队长控一把愤怒，小爽给我进去，小爽没有挂中，哦，对面直接上须弥，死是包死了，但是没有中小爽也是有点难受。连环击第一刀伤害高不高？我就问你，2600、2000、1800。第四刀贴保护，1200、1900，哇，他坨的空切了。平时这个狮驼岭啊，前面一般的话都是把血条压了一半，最后一下的话看女麻木，看鹏哥这个号。现在这个狮驼岭终于是站起来了，能空切了。昨天打的那几场 PK 的话，就经常会看到空切的情况。真的站起来了，这两天狮驼岭空切的是有点多的。狮驼长大。倒地两个档位，但是对面的话普陀小锁没有挂中，力劈狙选择压一把对战方幻魔，两只幻魔4700。观战方这边也是没有奈须弥可以手持的啊，壁垒狙选择先一把对战方要到宝贝差一丝。对面也自信的起来，直接选择拉一把自己的力武装平砍。不过这个时候说实话，观战方这边也不能太大意，因为在场的宝宝只有三只，人物状态的话相对于来讲不错，但是对战方两只幻魔站在场上已经真的是时间很长了，观战方这边也是不能太大意啊，也必须要稳着再来。宝宝是飞的有点多，比对战方的话相对来讲的话飞的稍微有点多，但是对面的话一二品质下的是比较快的，这时候需要宝宝闪两只。这兄弟说观战太能绿了，这把苍白立起罗汉接上也是稳一波节奏，这时候对战方普陀山血灯点小爽点杀对方这边物理驱散一把对战方的状态，对战方方寸的话直接是一把时间，有罗汉的情况下应该是问题不大，大蛇咬对战方力武装烟雨不出来，只能是一把平砍状态，平砍913满天花雨1200，当前回合直接是一把完美的金枪，很 nice 很舒服，溜得飞起，我的哥。这个狮驼岭欠缺还是有点欠缺的，因为对面点杀过来观战方狮驼的时候都是当前回合法系直接是一把金枪救了一把狮驼。这狮驼岭怎么不看法爆垃圾？舔一会儿，吧。碎云落影双峰，这时候对战方普陀山的话是没有分成水星的。观战方这边是一把笑里双刀，控一把对战方的话地府的愤怒。狮驼是要变身的，也是有一把破血愤怒，也可以选择小爽直接强压一把对战方的人。看来这个时候对战方的话苍白立起，观战方这边是地府选择踩塔。保不住一把狮驼还是没有撞开，大蛇咬3600。驼子变身了，兄弟们，法系也可以选择召唤大表弟，继续选择召唤大蛇，两条大蛇立在场上。
下回合观战方这边，如果斯托领是用斯博技能去选择清对战方的宝宝情况下，顺利情况下一回合最少能下掉对战方两只宝宝，如果真能清掉对战方两只宝宝情况下，对面的话是有点凉了。这个时候本身对战方状态就已经很差，并且观战方的医术还可以出手，对面方寸的话是被碎弄影双封进去了。全场第26回合，医术水枪要点杀节奏，这个时候对战方地府人开方寸山，观战方小爽点杀对战方的物理，顺势而为很难受，但是没关系啊。不过这个时候观战方法器的话应该也看一下有没有用嗜血啊，烟雨2800，反正2900，哦，没有用嗜血啊，直接是一把无相，还好还好，这回合不亏，毕竟没有用嗜血大招，不影响下河出手的节奏。但是对面宝宝神力是有点难受，狂绿的，真的是狂绿的。这波观战方这边的话应该也是要防一把点杀，尤其是自己的斯多领门派，不过对面的话应该也不会选择去冒险，还太明显了啊。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是三风飘起，方寸中风，普陀选择踩一把塔，这时候对战方的话选择波兰一把自己的大蛇，四五毒回状态，没有选择小爽点杀过来观战方这边人双毒，对面的话是青楼伏击，观战方这边是孤树城摄魂，观战方这边是想强压一把，物理是有破血愤怒的，卡苏宝宝直接是一把药开，连环击，第一刀看一下伤害，我操，哥们儿，这完全，这我斯托领今天真的是站起来了啊，真的是站起来了，摄魂过去有盾的情况下，第一刀直接是一把误爆5800，两刀直接放躺对战方的物理。这斯托领是不是有新老板家？是不是有新老板接手更新了吧？照我狼哥以前的那种硬架，玩大唐开刀横扫不过百的人，玩师徒怎么可能这么暴力？要防御有防御，要速度有速度，要伤害有伤害。三风镖，笑里藏刀，控愤怒，控一把对战方地府的愤怒。乌尘散丢起，观战方这边是一把罗汉接上，地府的愤怒是有点爆表了。大蛇继续，两条大蛇对战方现在是没有什么能力清过来，观战方这边的话，两条大蛇啊，法器的话可以每只都出一只宝宝。对面一直在保自己的两条大蛇，这是极印局，这是群逐鹿淘汰赛，群逐鹿淘汰赛8进4的比赛啊，8进4的比赛，下午3点钟是4进2啊，4进2。还是有机会点杀，不过对战方的话，医术的话应该会选择去立一把苍白，防一把点杀。兄弟们，把公屏带节奏的人给他封一封啊！就来小喷子了，其实也可以理解啊，没办法。昨天谁让我响哥昨天翘了，一个不小心就那么翘了。有喷子我直接给他封了啊！医术单控，神风无量，灵动刷起，补一把状态，看一下这个时候观战方这边地府怎么操作。对战方普陀没有选择立苍白，对面地府直接人开方寸，鬼气摇起，方寸的话是一把分身，大蛇咬过去，对战方一号的宝宝
八千多可以继续咬四千六。这两只宝宝应该是一个体系的高连宝宝，观战方面是想趁着这波节奏一直强压过去对方的人。这把铃铛回来了，海哥的兄弟们都是暴脾气，没有，我们九六兄弟都是暴脾气，我们对自己家人没脾气，我们对于不是人那种人是有脾气的。我们不能骂人，不能喷人啊，但是我们可以讲道理。一百月下观战方的标识应该是要点杀节奏，血灯点双灯走，看一下这个时候对战方的话是无魂过来观战方的法器，小爽点杀对战方的地府，哦，这把小爽又是没挂中，对战方的话也是一把落魄过来观战方的物理抗衡了一把，哦，这把小爽又没挂中，物理直接是一把破血2200、2300，感谢我鸡哥送来自水晶啊。嗜血过去，对战方的地府6900，差一丝。观战方这边绝对有体系高连，真的绝对有，来吧，我的哥！果然啊，刚才观战方的狮驼岭的话和沙鸥的宝宝，狮驼岭的宝宝是体系高连，沙鸥的宝宝的话是一个耐力劈。这个时候不可能应激的啊，观战方狮驼的话有可能会选择去轻易把对战方大蛇，但是观战方法器的话休息一回合，观战方狮驼的话狮驳的面是比较大的，狮驳轻一轻对战方的宝宝，以配合下颌配合自己的法器选择继续输出一把对战方的人。直接点普陀靠一个狮驼来讲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啊，我相信我狼哥上一回合切对战方普陀是一把空切，但这波如果再让他空切的话是有点做不到的啊，除非是一把摄魂，小爽是不可能的。笑里风愤怒，对战方的话是普陀技能拉一把自己的物理落魄过来，观战方这边狮驼岭也是一把风中6100大蛇咬继续跟1500，狮驼岭平砍4000，这波体系高连的话是没有选，应该是守了一把对战方地府的尸体啊，但是对面的话没有选择去普陀技能拉地府，可以了，又来了一波节奏，兄弟们，五号的宝贝是选择压一把对战方的物理，能不能出一把死亡套，兄弟，给我再回去死亡套，给我出。这波又可以点杀了，如果观战方这边一速有精清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压一把对战方方翠山，普陀的话是破一把分身，普陀破一把分身，小爽一把挂，直接是一把连环击，一把嗜血翘个拉丝了，应激的话这个时候观战方不会应激的啊，你这个时候观战方应激的话很有可能把就是给了对战方一个缓节奏的机会，应激肯定是不会赢的啊，至少还要压死一个单位，最好是压死一个风系或者辅助，无魂过去破甲过去对战方的队长，这个时候对战方的话普陀选择技能拉一把自己的地府，这是要点云头的位置吗，这么膨胀的吗，没有，小爽挂对战方的物理，对面的话也是一把顺势而为，不过没关系啊，观战方这边物理的话直接用不到观战方物理，真的我鹏哥的大蛇很灵性，直接是一把给直接咬死，哇，这驼的不是吧，
这驼子连环击的对战方的武装倒地之后直接打在普陀身上了，误打误撞要死了，兄弟还有没有体系高连给一把？这他妈纯属意外啊，讲道理，573再来一个体系高连给一把的二号，我的宝宝飞了，还有五号我的宝宝，小三，五号的宝选择去压一把对战方的地府去了。其实可以选择考虑上虚弥了啊，但是观战方医术状态吧有点不太好，观战方的医术状态有点差，其他人状态比较 OK 的，也可以选择直接一把无间地狱打开法器的话，直接是一把群秒过去了。对面的话有个高速宝宝，四号的宝可以选择上卡大金。虚弥一个虚弥是压不死的，要效力的，要效力的。对面的话是普陀山有愤怒的，要效力的。医术轻轻，观战方普陀一把效力控过去，对战方普陀的愤怒，没毛病。对面的话也是高速宝宝选择去甩了一把伤药给自己的地府。这个时候对战方选择催眠一把观战方四号的宝宝大蛇咬继续跟。对面屋里还是要死的，观战方法器一把群秒，对面屋里还是要倒地状态，很难受，双杀，并且对战方的话是普陀也是一把残血状态，全场第33回合差点三杀了。主要是这个为什么没有三杀啊，主要是上回合观战方狮驼岭的伤害有点菜，最后一刀500，如果最后一刀能打个800或者1000血条的话，这波就三杀了。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怪这个狮驼岭还是有点菜的，讲道理这狮驼岭的话如果伤害能稍微高点的话，这波直接三杀都不可能给对战方普陀山站着的机会，还是得更新，不更新不行。女儿孙单过笑里藏刀控愤怒，这时候对战方也是一把大吉甩给自己一束，观战方也是一把笑里藏刀控一把对战方队长的愤怒，那没办法兄弟，你们不要以为狼哥是 OW 是不是，是我们大哥我们就可以是吧，我们就可以忽略他这方面的问题，本来就是他的原因呢，他刚才如果伤害高点我鹏哥是不是就三杀了，他如果伤害高点我鹏哥是不是就三杀了，你告诉我是可不是。有毛病吗？我说的是事实，你们他妈老是搁公屏舔舔舔呢，我他妈是舔的人吗？又给抽奖开了吧啊，兄弟们你们猜抽奖的，比赛结束给你们开一下啊，96零食礼包啊，点关注兄弟帮忙点点关注，右下角点评主播 PK 兄弟帮忙点赞，想参与抽奖的点了来关注之后在公屏上输入点赞点关注就可以参与报名啊，点过关注了在公屏上输入点赞点关注就可以参与报名。一速血型观战方这边是直接一把无魂，对战方到高速宝选择开把自己的方寸，要控过来观战方的输出，普陀血能点双能走，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怎么操作。驼子给我站起来，鬼影打开，对这把鬼影我感觉没毛病，因为观战方这边法器的话输出能力完全要大于自己的狮驼岭，这把鬼影没给到狮驼是没毛病的。狮驼岭迎击了5100，第二只宝神飞过去，对战方普陀山3400物爆3500啊，物理暴击了一把，真的这狮驼你还不如防御。鹰击过去，对战方的话是几个单位神了两只宝宝，大蛇神五号的四号的宝高速宝宝还神，绿化带的真的很难受。送神童子，送神驼子。这什么垃圾操作手，打谁谁神，狼哥自己开的。
他的鹰击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这首歌本身可以选择起到一个压就清场的作用，反倒是让对战方两只宝宝神了。笑里空分路对面的话直接是高速宝宝拉地府，关阳速拉自己的力武装，五个大路全部站起来。这个时候观战方地府的话也是没有选择去点挂对战方消死亡，两条大蛇咬卡速宝开法系，法系可以取秒的，所以说对战方这波还是要倒地的。须弥出法莲有没有？好，出法莲哦，对面地府是神了啊，对面地府神了。一把取秒没有秒到对战方地府身上，对面普陀直接是一把中锋倒地。我这个时候对战方宝宝还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比赛都马上要结束了，真的没什么意义了。狮驼岭又可以迎击了，兄弟们，你们说狮驼岭这回合一号位和五号位能升几只？你们自己说能升几只？能不能有两只宝宝继续神？绿茫茫的一片，须弥上，继续走，对面物理倒地，看一下啊，我们最主要看狮驼岭啊，须弥继续秒，五号的宝宝别飞了。交给狮驼岭五号的宝宝，快别咬啊！来，第一只，妈这没神，搞什么？第二只又没神，来第三只，这怎么不神了呢？没意思。这颗基本收场了，全场第38回合，观战方这边地府也可以直接无间地狱打开了，两条大蛇咬，续命继续换，双杀大蛇飞，续命继续换，无间地狱打开，哦，这大蛇11000，还有一条大蛇继续咬。也是恭喜姑苏城啊，顺利的走进了这届群族路联赛的四强。下午3点钟，兄弟们，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刷对战，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服务器打得怎么样，好吧？其他服务器的话，应该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应该是还剩下国子监，剩下老街，剩下灵隐。